又是这个梦。你们以为在做梦的人，也许是最清醒的。他走向我的那一刻，是我们重逢故事的开始。其实我一直都想和你说，我们之间也许不是从这个王府开始的。你怎么有盔甲？你是否想起什么？那如果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呢？我们最近做的事是不是都没有意义了？你心跳得很快，是因为面前的倾城，还是心中的将军？不是给将军的，就是给眼前的你。你有没有想过回到现代去啊？